中国迄个时代，迄、那个遏制政治斗争追杀的传统，甲带来台湾社会，这是对咱台湾社会民主发展跟咱的文化足大的伤害。我是感觉这是我看足不起的所在。你要学无较好，你若去学迄个韩国，迄、那个你看韩国总统起来斗争，就是因为总统啊，啊，就是变循环嘛。我徛好个咧，斗个咧行嘛。啊，下一个徛好个行，你就一个嘛。所以卢主席即摆自杀，咱台湾敢要行这条路？我当然是无希望咱台湾行这条路。咱台湾人个本性其实毋是遐尼好斗个本性。我想大家应该哦，真有定咧外口外国看，你知影？台湾其实是咱台湾人吼是。不管你新的旧的人，我拢叫做台湾人吼。咱是足够可爱、够注意民族。咱对人拢足亲切，你去甲外国人比，咱台湾人算足亲切的哦。哦，你看外国人拢爱对足好客的吼。咱这个民族性吼，就是我想是拄啊是中国人甲这个南岛语系的社会的中间。中国人哦，他精于计算，他足勤奋，他足为了个人私利哦，足自私的，他足讲那个斗，即款个性。上好斗位你看会出，你去马来西亚你都看会出。马来西亚有三主要三个族群嘛，华人的族群嘛，马来人嘛，啊个印度人嘛。其实华人是华人看做为起的民族，伊个个性足自私的嘛，啊足好趁钱。啊，拢赚家己嘛，啊，袂去社会奉献嘛。哦，你看，咱做比举个例子就好啊。你看中国甲台湾，好嘢人到讲，你看美国好嘢人，看哪样子？比尔盖茨，伊赚几千亿的美金，伊是大部分外在社会咧做好代志。这是人外国人好会做到，华人社会好钱，有钱人啊，拢做大部分做读书的，啊，钱拢在那边做出子孙。啊！你看阿扁压迫进步哦，讲什么遗产税，啊上少上好上好是你，这种社会不公正的一种习惯。你像巴菲特，美国要改遗产税，巴菲特跟他讲，伊讲袂使，好嘢人就是爱纳税，遗产税人较济较好。这都是一个人的好的传统，公平的习惯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台湾就讲，你去看马来西亚，啊，迄、那个马来人。就是较难导游戏，迄种较闹钱个性，哦，较无心机，哦。啊，咱我感觉咱以前是甲原住民作阵吼，拢有通婚啥，所以咱的个性是介于中间。所以咱有学着马来人，伊个难导游戏，率真吼，啊热情，啊，但是咱嘛学着中国迄个汉民族，咱嘛是本身大部分遐人吼，学着迄个勤奋。但是咱真正无学着，咱台湾人吼，想勤奋袂晓生活，即下摆再搁讲。所以，即摆追杀马总统这个代志，其实是对台湾民主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杀伤。过来，就是讲对咱的文化发展会足大，尤其是对咱的族群的核心是足大的伤害。包括马政府真的是没智慧。我记一个例子，大家敢捌去迄个赤坎嘛？啊，甲迄个延平靖王祠有吼？我有一摆去延平靖王祠，我看到有一个大家老人，我感觉迄种意义。其实讲迄个时代，到尾也嘛是去了迄个施琅哦占领、拍输啊，甲镇静了。结果清朝的政府是安怎处理？就是讲这个军事军团，大家敢有印象？为什么叫做延平靖王祠？清朝我感觉啦，最起码一部分比卖丢跳落侪啦。清朝建摆这个蒋家政权、那个郑家政权之后，伊是甲你砍尽杀绝呢？还是怀柔，怀柔嘛。
虽然你有拍牌，但是我嘛封你的顶是郑成功、延平郡王。你看迄个延平郡王是你的牌变，就是清朝以战胜国之姿，甲你封王嘛。这就是怀柔，互你遮的这个族群来甲我，吼、哦，好好这个动作。来，你看马政府开始是做什么动作？甲你抓，甲你抹黑啊，甲你羞辱啊，啊羞辱你一个人无够啊，抓恁大人倒插的啊，啊抓恁大人倒插的都无够，互恁大人羞辱啊，这足残忍的。你今仔日，哦，你感觉伊是你的政治斗争对手，我要甲你道歉，不过这拄着吼，你搁。故意带人到处唱，啊，搁害因厝的人去相加，你足够钱的。文革时代造反，你咧做呢？共产党咧文革时代就是叫因的共青团注入去倒进去老爸老母，这就是把人伦吼拢撕裂起做法。台湾吼几十年来，人家做哪呢？马政府来，头下就给你做这块。你看这两天的差工。是不是迄个夫人，还是陈信宇，还是陈志忠，还是黄瑞清？是不是有去看守所？啊，逼到边啊，要认罪啊无？哦，咧查关新闻啊！哦，啊，你看前几天啊，足过分的哦，迄个蔡先生转向咧啦，转阿边啊，丈夫，伊丈夫咧即摊叫一点点分量都没有，为什么要传他？明明没有传的必要，伊就徛后壁啊传，是安怎？甲你闹去，你后壁啊总统话你来遮，我叫你停落来看你，这偌过分你知无？所以你知影即摆咧变啥物？羞辱你，哎，那你是不是？来，很恶劣的羞辱，啊，过来要做啥物？下礼拜啥物叫伊啦？叫吴淑珍。叫陈志忠，啊，甲阿扁啊总统互两相对峙，互因去相加。咱台湾人敢有即款传统？无即款传统，较安怎？我甲你斗落斗甲你就好啊。子孙啥物？一般的人袂过去啊，拢会放伊去。我对你一个就好。所以大家了解吼，是啊，陈信宜顶礼拜去见阿扁啊总统了，特别哭。因为甲陈信宜收了以后，我要做证吼。一般无人会安尼行，陈信宜做的吼。为什么？阿扁啊，这个案件都还袂判，伊是哪只问题没有证？爱判落去了后，才知影讲这个案件确定是安怎，到所谓伪不伪证。你即摆甲办伪证，阿摆判来讲，哎，伊讲的就对，你咧办啥？所以这种是政治追杀的手段，这剪掉是单位上爱用的吼。啊，结果伊就是，吼、哦，陈信宜去甲搞了，伊想要写批哦，马总统，伊是要扁总统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他把他事情点清楚，马英九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要对我这样就好，你莫去对阮大人，莫去干阮大人囡仔。就是这个意思而已，大家了解吗？有什么要写一张批？就是